牵涉到助理费的案件，被台南地方法院依照着伪造文书的这罪嫌来判处着七个月徒刑，缓刑着两冬。因这案件被来判刑确定，缓刑期间未当登记作为候选人，因此这个案件何官本是由国民党来提名要参选的，为王家珍参选资格是保不掉。家珍今天虽然因为犯了此错，自己招致了如此严苛的考验。可是我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。王家珍今天来召开记者会，主要是说明着助理费的案件的来由之外，也批评讲相关的法规是恶化，剥削着所谓缓刑者参政权是明显来危险。我希望借着自己犯错而影响到如此重大的议题的讨论，能够让全国各界关注违宪恶法、违反人权、违反公民参政权的重大争议，以为自己向全国乡亲做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代价。当然，王家珍也会全力争取继续参选。王家珍也承认讲，因为一个无注意，伊地书就发现这个公然侵犯人权的危险条款，对着家己可能变成着危险恶化的受害者，伊表示讲会勇敢来向前，同时会尽全力甲这恶化来这车拼，要守护争取为乡亲服务的参政权，以政治立法院来修改着恶化，维护着公益。南天新闻台以上记者采访报道。